好，各位中国大洪水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关注华为的备胎问题。那首先让我们邀请老 K，哎，老 K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哎，老 K 你好。啊，最近备胎这个词老被提出来哈，结因就是因为在美国制裁华为以后的话呢，这个华为海思啊，应该是他们这个研发部门吧，公开的邮件。所以呢，他这个邮件什么呢？对。多年备胎一夜转正，然后今后要科技自立。所以呢，中间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亮点的话哈，他比如说这一句，他说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也就是美国不给我们供货没有问题，操作系统不给供芯片不给供没有问题，我们有备胎，备胎的话呢。马上就可以转正了，所以老 K，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备胎真的是可以用的备胎吗？这个备胎这个词用得非常恰当。这个怎么说呢？它备胎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至少年轻人的这一套话语体系里边，它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它跟是女神是相对应的，就是所谓女神就是特别漂亮、特别气质特别好，这个大家都特别想追求又有点高高在上这种人叫做备胎，叫做女神。那么对应的呢，它就是说有备胎这个词。所谓什么叫备胎呢？就是说你哎呀扒着这个女神不得了，但是呢。又特别自卑，又特别条件又特别差，就是感觉可望不可及。但是呢，这女神呢，觉得现在这男朋友已经有了，但是呢，我可以留几个嘛，这个叫养备胎嘛。养这个备胎的目的呢，就是说，哎呀，我要是万一这男朋友不要了，或者是那什么崩了，我还有几个这个备胎可以弄着玩儿。但是呢，他这种备胎他永远扶不正。对，他的原因是在于说你的条件太差，他就是说可能说。哎，我今天跟男朋友分手了，那我跟你，或者说我平时我也，你请我吃饭，我也去吃，你请我玩，我也去玩，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哎，我是你好朋友，我是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很少有备胎能够扶正的，只不过他在这个正式的男朋友之间呢，做一个调剂。那这种状态呢，你用来形容这个，他们用来形容他们自己这个自己研发的这些。技术也好啊，研发的这个产品也好啊，这非常恰当的。这说明他们长期内部就把这玩意儿叫做备胎，说明说他有点幽怨的心情，就有点幽怨的心情，就是说公司从来不用我们这个正式的，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就是永远是万年备胎。你就这么概念，就是说有了好的，马上就把你踹了，但是呢，你还痴痴的等着这个。他这种心态就是说跃然纸上嘛，他用备胎这个词本身就是。跃然纸上。如果按照中共的这个技术，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技术部门的这个常用的这个话语呢，应该叫做技术储备，政治的学名叫技术储备，反正就是说他们这个心态本身就是这种备胎心态。那么什么叫技术储备呢？这个我也解释一下。这个在这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各个部门啊，那当年有很多很多这个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他们就说各个所研发，就说尤其是在那个文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下了很多大的指标，什么要研发这个什么垂直升降战斗机啊，什么这个大型轰炸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就当时就用了一个词，就说我们这个研发研究这个项目虽然失败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呢我们。建立了不少技术储备，也就是说，所谓的技术储备，就是说我们折腾了一通，这个东西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们大概有个印象。这个只能叫做技术储备，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它是一个失败的产物，就是一个失败的副产品吧，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次华为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有好多这个有好多备胎，现在也能扶正。你开玩笑，你真以为是那个女神的备胎？你拎包入住，什么都不用，带个避孕套就上了？那不可能。这个从这个产品研发和那个产品开发的角度，开发到上市这个过程，生产过程呢，你来说的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OK，所以但有一些新闻说到这个芯片代替啊，叫麒麟芯片，好像说的还真挺像一回事儿的，说怎么就可以
替掉现在的这个进口芯片。然后我也看到说华为他自己宣布说他研发投入啊，过去十年说投入将近4000亿人民币。然后呢说这个中就叫做这其中研发芯片大约占到40%，也就是1600亿左右。您认为他这个麒麟芯片真的是存在的，真的可以替代吗？或者说他花这么多些钱，他总应该能搞出一些东西可以去做些事情吧？这个事情呢是其实是肯定我觉得肯定是虚报了数字的，这里面把那个什么迎来送往啊，包括你华为的这种调性啊，他把那个餐馆的这个食堂的这个大师傅的工资都算进去了，我觉得也算不出这么1400亿。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就说我原来我在前面的节目也提到过嘛，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就说自主研发的企业，你有可能说公司公然宣布说45岁以上的这个工程师我们都不要了嘛。哦，这是不可能的，对，有，没错，对吧？你越是这种核心的研发，你越是应该需要这种技术骨干。那么这种情况他能够砍这个45岁以上的呢，说明他这个公司本身就是做一个纯体力活的所谓的这种研发。什么样的研发是纯体力活呢？就是抄，你抄无非就是说你破解别人代码呀，这些都是用硬的这个方法来攻的，它没有这么核心的这个技术算法呀、数据结构的研究啊，包括这个底层的这些代码的这种分析啊，还有这个还如果在这个芯片这一级呢，它很多这个器件，它很多这个电路的这个互相的干扰或者互相的这个逻辑门的这些分析，这个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材质，不是说需要靠体力来做的。所以从一个侧面就证明说这个华为不可能它拥有这个核心技术，就说这个麒麟芯片本身就由行业内，因为我也是接触这个安卓这个生态圈也是比较深的，行业内都知道它是阿姆的这个架构。所谓什么叫阿姆的那个，它就是那个阿姆给它授权把那套全套的技术，就全套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电路的就是那个集成电路的这个图纸啊，发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留片，然后呢相关的这个软件呢这代码全部都给他让他用。这种情况下你照着抄，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图纸来了你直接就送给那个晶圆厂去留片就可以了，然后呢你那个软件自己写嘛，对吧？你要有什么功能你自己调整，你要有什么参数有什么代码你自己就说有什么很多接口你自己去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必须得有 ARM 的强大的技术支持，因为你很多代码它很多这个调用的这些库它必须有些这个文档也不一定写的那么清楚，或者说它有些功能要实现呢，有些特殊的功能要实现呢，必须得要这个要这个原厂就是要 ARM 来提供这个来提供解释和这个支持，甚至有一些是驱动性的代码要这个 ARM 去写，因为它有些选择的这个器件不一样的话它的这个参数会不一样，或者说它有些功能会不一样，所以必须得要这一个双方一个深度的定制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中国不单是华为有这个 CPU 有这个芯片，包括这个好几个公司都有这种 ARM 授权的这个芯片，所以它也不是特别牛逼的，有些在公控领域用的相对比较多的它这个也不吹。行业内其实很多这个就是市场上不是很多人知道，人家真正做事的人就不会这么吹了。这只是一个小部分，就是说他有这个麒麟芯片，就是说他能掌握说我自己生产自己这个应用，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要切换一些东西，这个里边就很多麻烦，比如说你那个显示屏，你的不同的供应商它的这个线序啊，就是物理的这个导线的这个接口顺序不一样，有些是那个它的分辨率不一样，就是比如说1024乘以多少，乘以6的多少我忘了，然后那个还有些高分辨率的吧，现在上 4K 屏，你每换一个屏，每换一个供应商，每换一个型号，你都要重新调试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些东西。Okay. 这些东西你都没有，你只能说是在那个原厂的支持下你才能够完成这些工作。所以如果说中间一旦切断之后，你这个 CPU 基本上你就只能按照现在的现有的这个物料清单来生产，就是说你的这个物料清单就指的是什么呢，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电路板上要贴片嘛，你所有的电容、电阻、其他的芯片，其他的这个东西你都要去按照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型号来做，那么就是说供应商要锁死的。但是呢，现在它很多上面的核心器件的供应商它都要进行切换，那么这个相当于是研发一个整个完全新的一个产品了，就算是它的所有的功能都没有变，所有的参数都没有变，而且就算是你有这个真的是有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芯片往上去换，但是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进行不断的这个调试和这个修改，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会是非常痛苦的。我觉得半年是做不出来的，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是说上这个新的项目，按照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进度来讲的话，半年是出不来的，可能要一年的时间，因为你还有很多调试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所谓的这个备胎就说明什么呢？它没有真正的在市场上应用，因为以华为的尿性，你说看它这个一个麒麟芯片啊，多少年前就嚷嚷动了，就是说你吹得满天都是。它如果说真的有能够替代进口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器件，这个芯片，那么它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呢？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府是一直是这样的嘛，它是中共就一直是说我们要替代进口嘛，替代进口的原因就在于第一它要节省外汇，它的这个是重商主义的逻辑嘛。第二呢是随时准备跟国外翻脸，尤其是跟美国翻脸。他为什么要随时跟那个外国翻脸呢？就是因为他没干好事儿，他自己心里清楚，所以就是这一点，他没憋好屁，所以他就随时要想换这个，就是换国产的。所以呢，按照这个逻辑来讲，你每实现一个新的国产化的这个东西，你应该第一时间就上你的设，上到你的产品里边去，而且就是拿出来大吹特吹，哪怕说我国内版用这个，国外版是用进口的都可以。但是这个事情事实上它没有真正的采用这条这个没有采用走这条路线，就说明它新研发出来的东西它自己都觉得不靠谱，它用实际上不能够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应用。因为你知道芯片这个东西，你这个钱其实是在于这个知识产权，就是说它那个流片，其实你把图纸弄出来往那个晶圆厂一弄，它嘁哩哗啦就一个大晶圆嘛，弄一大堆，切出来给你封装好，你就能用了嘛。那玩意儿便宜，那东西那材料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硅嘛，就是沙子嘛，那个成本非常低的，所以芯片厂它非常暴利嘛。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掌握这套技术，那你真的就傻眼了。我觉得老 K 刚才，我觉得您解释的非常好，也非常细哈。有可能这个有些用户还不太清楚这个英国的这个 ARM 公司和华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能不能简单就是话说，其实这个华为的麒麟芯片就是基于 ARM 这样的一个公司提供的东西的再包装啊，再包装出一个芯片。它是不是或者就是，反正基本上是不是核心的技术是这个英国的 ARM 公司出来的？对，就是相当于是 ARM 公司出图纸给你 okay, 出软件给你。那好，是这样啊。我觉得可能我在这边的话，还要稍微介绍一下英国 ARM 公司啊。这个我是在这个维基百科上，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啊。像这个英国 ARM 公司就是 ARM 公司哈、啊，然后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全世界 95% 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采用 ARM 架构。ARM 设计了大量高性价比耗能低的叫 RISC 处理器、啊、然后相关技术及软件。然后它这里面的话有一个关键的发展历史。它的发展历史是什么？就是在ARM 公司通过出售芯片技术授权建立起新型的微处理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商业模式，也就是 ARM 将其技术授权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半导体软件 OEM 厂商，那这些厂商包括了 Intel、 IBM、 华为、三星半导体等。也就是这家公司的话，它在16年的时候日本软银同意234亿英镑去收购这个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也就是说这个麒麟芯片的话，无非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是中国公司经常这么干，就是把其他公司的东西，这个核心的技术或者芯片或者软件或者这个平台，然后改吧改吧，包装上起一个中国的名字，就变成了自己的玩意儿。对，对，
说白了就是这个，那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出一图纸，我就专门我这个 ARM 公司就是出图纸的， okay. 我把图纸卖给你，你来搭建。OK， 可以。那您认为就是，哎，对，我来确定一下，等于如果美国这个制裁这个华为的话，是这个 ARM 公司也不能给这个华为去这个提供解决方案了吗？还是这个 ARM 公司还是可以呢？就英国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着美国在做？按照现在的这个发展的进程来讲，应该是 ARM 已经停止授权了。具体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是呢，至少是它后边很难，因为你毕竟它 ARM 公司跟美国做生意嘛，它有很多客户在美国嘛，所以而且英美一向是同步进行的。对，那您认为就是如果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华为手机的话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如果我们假使一年以后还想买华为手机买到手里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手机呢？他说他那个库存有一年的库存，但是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指的是哪些库存。也就是说他现在吃老本就用现在的这个型号来做，那么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操作系统已经是不能用了，已经是跟那个谷歌脱钩了，就是安卓系统。这个安卓系统就是，哦，对，我们还没说系统。就是安卓系统，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你那个器件你有库存，这个没问题。你可以用一年，你可以销。我不知道他按照这个一年是什么意思，它是多少台这个多少部手机这样计算的。但是你那个器件本身它是这样的，它是很多是很。那个角啊都是用的是镀金的或者是用铜的嘛。那个铜的如果是铜的话呢，它会就是说你一拆封它就会氧化，它那个库存的这个周期要短才好。最好是刚出厂它是这样，是出厂的时候进行抽真空，然后用真空包装，这样子保证它不会坏。但是如果说库存时间长了之后呢，它这个东西本身的焊上去会不会虚焊，会不会这个有问题都不好说，时间太长它漏真空漏掉了就报废了，相当于是。所以具体它到底就是说它能够坚持多久就不好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这个操作系统本身就是说你安卓的系统整个的环境全部都变了，你这个不知道华为它有没有做这个预案，就是说用纯的开源的这个系统来代替，那么它很多这个驱动它是拿不到的，它也写不了。对，那么那很多它可能现有的这个功能它就全部都报废掉了，那重新开始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如果说你真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早就拿出来吹了，中国的所谓的自主产权的那个什么红旗 Linux 啊，它就是 Linux， 它改吧，所以它现在从头开始做基本上是没戏的。就不是说这个操作系统有多难开发，而是说中国开发这个操作系统那就开玩笑了。对，没错。其实说起这个操作系统来讲的话，说这个红旗 Linux 还有当时中科院搞了一个什么维纳斯吧，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还中间参与过，我觉得整个就是瞎掰的。所以那如果一个没有操作系统的手机会什么样子呢？这个难道我们真的要回到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板砖机的时代吗？这个很难想象。这个也很难。那个你知道当年华强北那个搞很多那个山寨手机，它无非就是用了联发科的技术嘛， MTK 的嘛。用了 MTK 是台湾的，台湾的那个 MTK 也对这个也参加了这个进售了。你连功能机都做不出来，说实在的。那可能这个他要做的话呢，他可能会去找以前的那个金立呀，就那种国内的那个什么手机中的战斗机，那叫什么牌子，那些人的那些老的都退休了。波导退了休的这些人来参加这个研发，那这个玩笑就开大了。就直接就瓦房电学嘛，一个生猛的例子嘛。就是说这个东西你5G 肯定是不用想了，你3G 4G 都回，就可能退到2G 能不能用还是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越来越有意思了。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以中国人的这个尿性的话，他换一家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去购买，然后再把它转交给华为呢？你觉得这个漏洞会不会能可以钻呢？这个漏洞呢，如果说你是纯硬件的，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这个出货量不可能太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操作系统给人这个釜底抽薪了，你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系统，你基本上你的所有的功能你都实现不了，这个完全就是。因为这华为的手机它缺德在什么地方呢？它关键是它给你挂码，它就是有后门，然后有那个里边有木马，这个事情你这个谁也受不了的。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华为手机根本就从哪个角度讲，就是现在就不要说那个一年前手华为手机就不要买了。明白了，好，今天关于华为这个备胎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里。看起来就是不管是芯片也好还是操作系统也好的话，华为海思所谓的备胎来讲的话，真的不像是真的是备胎吗？我觉得肯定扶不了正了。好，那我们今天多谢老 K 的时间，然后也多谢老 K 的评论，也多谢能够收看和收听本次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好的，谢谢。